八个问题，他说有的农民为了开地改了河道，砍伐山上的树木种地，伤害了很多众生，是否影响现在的灾难？这也有可能。啊，这个是一般人不容易理解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听了我们这些话，说我们搞迷信。啊，你说山神，说树神，他说你树有什么神呢？山有什么神呢？只有受过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人，他才相信是真有，不是假有。啊，这个事情在《华严经》的开端讲得很详细啊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头，世尊随便举几个例子。啊，就说了30多种神灵，啊，包括里头树木花草，